再来看到是梁咏琪当妈妈了，2月28号顺利产下一女，也在网络上po上女儿的照片，和大家分享她的喜悦。大手牵小手，艺人梁咏琪在28当天产下宝贝女儿，第一时间就在网络上po出照片，上头写着小天使终于降临到我们的身边，我们心存感恩，平安喜悦，还大方秀出女儿的正面照。有网友说，小女娃就跟妈妈一样漂亮，整个生产过程西班牙老公一路相伴，当初为了怀孕，梁咏琪还到处向朋友取经做功课。我们都很喜欢小朋友，然后我现在有什么 老同学啊，什么有小朋友，我就说哎，又出来又出来，大家喝个茶，然后可能跟小朋友多接近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啊，快一点有小朋友的。2011年闪电结婚3年多，肚皮一直没有传出好消息，直到两人一起到美国放松度假，去年9月怀孕，做人成功。哦，个 BB 啊，系个女仔嚟嘅。咁其实我哋知道嘅时候都好开心咯。38岁的梁咏琪怀孕后推掉了许多工作，专心待产，如今顺利诞下宝贝混血女儿，模样超级可爱。不过想要看到梁咏琪在荧光幕前，恐怕还得要再等一阵子。记者郑仁中、王慕宁台北采访报道。